说出你人生中最爱的三个男人。黄景瑜、王鹤棣也行。哎，王嘉尔，哈哈。那我呢？你往下问吗？那第四个呢？他说这个，我爸得算一个吧。不是，我在你心里没地位是吧？是这意思吗？不是，不是，咱们俩的关系怎么能用排名来衡量呢？你怎么能和 PUA 我？不是，你怎么能和别人别的男生比呢？你不能和别的男生比，咱们俩的关系不用排名的。你在我心中没有名次的。还有什么黄景瑜？我不想他们在我前面。他们没在你前面，你根本没在排名上哦。生气了。我把我爸也摘除。嗯，我理解。第四。我。你非要加在排名榜上啊？我在排名榜上我第几？你说第一。嗯，这也差不多倒数。